在座的大兄大姐，以及秘书在座的干部吼，向大家问好，大家好。时间滴过真紧，我来这个所在已经算第三场啦吼。其实我今仔日有准备真济作品吼。咪甲大家分享，会产生共鸣，是我上大的愿望。讲实在，参与台湾的活动，到即阵计算算起来，有那将近三十年，看真济，感受嘛真济。咱台湾人有咱家己的盲点啦吼，所看过几发展，几对的对台湾真不利，实际上真不利。但是有姐姐愿意投入这个运动吼，伫实践伊的理念，包括在座，我来看年纪拢有较侪一撮人吼，毋是为个人，拢是为了台湾。当然参与遐久，过去也参与真侪团体，到目前为止，是无将实施成功的，佮规个发展，如果一直往负面的方向伫走，这实际上并无介乐观。以我个人久长的观察，去主导台湾的人，拢是要选举的。这款的人伫印刷团个思考完全无同款，因要选举人，伊是干咪伫摕着选票尔。为着摕着选票，就是用任何手段，用骗用拐，啥物方式拢袂要紧。过去也有伫讲理念，就讲咪得着这认同，因为我个美梦，就是家己要管家己，无要去做人个奴隶，无要用管。早期伫讲也有伫讲一寡理念。人甲人之间互相尊重，各族群拢有伊优质的文化，咱拢爱当尊重，也有理念。但是呢，二三十年来呢，一规个选举煞愈来愈退步，理念也毋敢讲啊，拢伫讲现实面的，所行的方向吼，甲过去你想要推翻的吼，煞愈行愈歪。甚至于总要来切割掉，我感觉讲规个这造势吼，并无真好啦。当然音乐是去表现一个人的感情、思想。我一直二三十年来，就是讲台湾人的神经伫倒位，就是要调动台湾人的神经。但是呢，做甲真孤单。愈行愈无路，因为甲规个伫主导者伫行台湾主导台湾方向的人呢，伊甲即条路愈离愈远，当面讲的话，毋是三言两语吼，讲会清楚。人的年岁，渐渐，他们伊被他们啊一直发出来吼。咱无可能永远的少年啊！讲遮，当然是一款感情的疏解、疏解啦，吼。主要就是一个作品嘛，甲大家分享。我毋是伫写流行歌，我毋是伫写商业性，实际上。我是因为生在这个土地，我所看的，我所感受的，我透过音乐形态，把记录落来记忆。其实昨暗拢无睏到一动筋，因为昨暗有甲朋友去谈代志吼，一直到下早拢到一动筋无睏，
尤其下早啊，差不多十点外，拼这高铁呢。哦，想讲明等看火车顶看会怎好啊困，结果有哪困袂去。啊好，加载，咱有一位中医师吼，迄、哦那个大嫂，伊摕，伊讲有扎一寡会当发精神较好个药啊，所以我拄好食四粒落去啊，希望讲今仔莫漏开。哦，其实那有正大啦吼。哦唱好唱歹无重要，不过我要讲台湾人的故事吼、哦。头一首呢，我着对这个台湾开始讲起，所以我头一条歌叫做《美丽佛摩萨》。台湾是一个真美丽岛屿，这美丽佛摩萨是讲台湾山河的水吼、哦。美丽佛摩萨，玉山悬悬徛伫遐。海洋四边遐尼宽，阮的美梦拢伫遮。美丽佛摩萨有祖先留过血汗，代代子孙伫遮生团，阮的希望拢种伫遮。希望用种的，就讲我一切拢咪甲这块土地连做伙啦。青翠的山脉，白云来作伴。花蕊开遍满山岭，海鸟的叫声，亲像土地呼唤，声声钻入阮心肝。美丽佛摩萨，太平洋的顶塔，阮的心永远坚定向伫遮，这是阮美丽国家。总之，你要表达遗憾，就是讲咱出世伫这所在，哦。你才接受这教育，你的老师、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戚，拢伫这土地。咱当然是希望讲台湾会当较好，人甲人之间真和蔼，会当互相尊重。不管你来自何方，你来这个所在，都要好好啊，疼惜这块土地。不管你游子在外，伫世界任何一个角落，会当代表台湾的象征，就是玉山相关的所在。所以我的心呢，永远向伫玉山迄个所在。因为那是我梦中的国家，当这个国家吼，也不真真正正实现啦吼。啊，我有那真钦佩，有真侪前辈吼，伊贡献伊智慧，明为台湾找出一条生路出路。吼，啊，需要大家去共同打拼，美丽佛摩萨。
玉山关关走在那，海洋是边遐尼远，阮的美梦拢在这。祖先留过花冠，代代子孙伫这世端，阮的希望拢种伫这。溪水的山脉，白云来作伴，花蕊开遍满山。海鸟的叫声，亲像土地的呼唤，声声钻入阮心肝。美丽佛摩萨，太平洋的灯塔，阮的心永远坚定。因为讲到台湾呢，所以我就对台湾开始起头了吼。一边面介绍这首呢，就是《荣耀日光》吼，咱所知是伫讲上帝啦吼。伫东方的太平洋，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青翠的山脉，蓝色的海，迄是上帝上水的温室。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土地。勤奋的人民，善良温顺，哪像上帝荣耀的日光？伫东方的太平洋，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鸟语花香，海上的花园，迄是上帝上水的温室。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土地，一代传一代，永永世世，阮要荣耀上帝的日光。啊啊，阮要感谢，阮是阮美丽土地。啊啊，阮要感谢，阮要荣耀上帝的日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伫东方太平洋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青翠山脉那色的海，那是上帝上水的温室。感谢天。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的土地，勤奋的人民。
上帝荣耀的日光，在东方太平洋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，鸟语花香海上的花园，那是上帝上美的恩赐。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的土地，一代传一代，永永世世，阮要荣耀上帝。讲到母亲，吼、哦，讲到妈妈，心内就是一款的感情。母亲，吼、哦，母亲就是辛苦的，吼、哦。台湾马上当作家己妈妈的心情来在对待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从细汉的时阵，伊就无妈妈。伊讲伊细汉的时阵，知影妈妈真辛苦，啊，出社会家己奋斗，事业上也做甲真成功。但是伊上大遗憾就是讲，伊真细汉的时阵就无老母，所以真怀念。啊，有写一首诗给啊，叫阿母的眼睛呐，吼、哦，啊，叫他谱曲。其实这是我上新的作品。这个曲我是差不多两三工前拄啊才完成。当然，你唱这个曲的时阵呢，有真大的感触在内底哦。尤其讲到眼睛，即卖囡仔可能较唔知影啥物会叫做眼睛。哦，因为这首诗呢，当我有呾为着要作曲呢，我有无想听都呾修改啦吼、哦。因为我朋友伊是头讲，伊唔捌写过诗，啊，伊即卖拄啊在试写。啊，唔知因为足好的朋友吼，伊为着要甲我斗阵做，伊其实住伫泸州台北泸州啦吼。啊，为着要甲我斗阵，拢买厝买伫我楼下。啊，这是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吼，熟悉朋友一直甲一栋，恁大家变作足好的朋友。其实我头一遍参与这个党外运动，
去唱歌的时，伊就是现场的听众。伊讲伊听得足激动，走来我面头前。王老师，我要甲你赞助20000块，我要支持你，你还唔惊会当摕去制作袂？我其实是无爱在收音的地方啊，摕20000块，我迄阵有做一块自大自强的吉他，所以呢，海外是听到我的作品，所以我20几年前就接受海外的邀请去巡回演唱。啊，每一场差不多拢有人在流目屎啦，因为阵足侪乌名单袂当倒转来，所以听到故乡的声音，迄个情绪真容易就触动迄个内心的迄、那个思乡的迄、那个去阮的感情。啊，当然这位姓杨啦吼，伊本身本来吼，伊其实高中无毕业，那么个伊实际上伊程度上起码有考大甲硕士的这程度，因为拢靠自修。伊本身嘛是一个中医师啦吼，伊叫做杨文庆，讲伊一世人就是无妈妈。所以，潘石哦，伊状况无真好啦吼。眼睛，眼睛，一条破破的眼睛。牵起阿母请阮的故事，行路做工，爱阮落田。阿母毋捌化忝，化艰苦。孤孤单单，日日夜夜，对阮出世爱到会晓行，无限的感恩，绵绵的爱，大汉才知阿母的伟大。啊，所以讲到台湾呢，啊，就是有迄款对母亲的迄款的心情吼。其实台湾是一个真水的所在吼。天公伯啊，并不亏待咱。予咱遮尼好诶山河，有山有海有河，都是上水诶所在。尤其台湾呢，一年四季如春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诶物果拢真丰富，人才嘛真侪，咱嘛足爱台湾诶。啊，像咱台湾咱拢舞袂好势，即、這个问题就是咱爱去深思诶，咱爱去反省诶。所以下面我来唱一首阿母的眼睛。
爱情，一条破破的爱情。牵起阿母听阮的故事，行路最艰，爱阮落田，阿母不捌花甜花艰苦，孤孤单单。今仔情绪那个有时我无共款吼，敢若较沉，啊情绪那个较沉。其实我今仔有准备，有过去一挂老歌吼是无发表的吼，有去经一挂吼，要来甲大家分享吼。啊，我先来介绍这首吼，啊，当然是个人的吼，就是。啊，甲太太分开的时阵，迄款的心情，吼、哦，所写一首曲，叫做《情网断离》啦，吼、哦，《情网断离》就是讲这个感情，吼、哦，结束，吼、哦。这是二十几年前所写的，吼、哦。今夜月圆，秋蝉哭哀啼，车已离开，情网已经破碎。秋风微微，情分来断离，花那离枝，心痛断肠梦醒。月娘，我问你，真情换来空虚，啥人来安慰？小雨伴阮身边，回想过去，忍不住心酸悲，感到珠泪。任伊随风飘去，吼、哦。小雨绵绵，茫茫到深更，伤心的情景，谁愿意来分离？
想放袂去，往事的心酸悲，奈何心头乱，暗淡过日子吼。哦，就是唔捌发表对啊吼。啊，其实即款的曲风是较早期，哦，迄款的较诶，迄款的一歌体啦吼。啊，因为也毋捌即款工作用调合吼，因为今仔忽然间有一挂情绪呢，啊，我有去静出来吼。所以我今仔有哪甲大家分享啦，当作作品吼，哦，毋捌听过分享啊。今夜月影秋深靠岸，借一滴暂时休困十五分钟吼，因为我迄个情绪真低啊，好调整一下吼，歹势十五分钟时间。